喝口水，注意身体啊，好好休息，身体别累坏了。哎，季泽怡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啊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吃错药了。什么吃错药了？那这是什么？突然给我扎果汁，该不会加料了吧？啊？醋？辣椒粉？砒霜？你该不会是要害我吧？ 那你千万别对我好啊！我会焦虑不安的。奇奇怪怪的，带给图。这个熊真好看，长得跟天然一样，哪里买的？我男朋友送的。好，你男朋友真有眼光，真好看。发生什么好事了？莎莎老师，好，我知道了。 我是想觉得，因为我是公众人物，我也是希望他能够在外面放松一点，所以呢，我喂他吃，他也喂我吃，我觉得，啊。